我相信会有的，神助哥。你再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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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耶，来了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炮，欢迎收看《魔关不归路》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抽抽了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不妨先帮阿炮点个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资讯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 ，Let go。片头忘记说，今天是本尊开服的第29天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始抽抽了。阿炮，气再来，干不是双黄蛋哦，来了，干怎么靠腰啊？胡须章，已经好久没抽抽了，开头就给我个胡须章，这样让我很尴尬，而且我的牌快满了。再来，阿炮，气再来，不然给我个卤肉饭好了啦，凑个胡须章卤肉饭。哎，许褚。取出来可以有，快有九星的魏国肥料了。我们先来云台转个运好了，转一下，只有三张。神诸葛魔关羽，哎，不错，再来，哎，干，再来。靠腰，我以为会给我好的，再来。阿炮，气再来，来，哦耶，来了，神诸葛。干不是你啊，神诸葛！再次抽，我相信会有的，神诸葛！一人一只神诸葛，耶！太舒服了吧！这边再一个神诸葛，哎，干神旁，哇，呼呼！我干，我今天没有极限啊！阿跑气再来，再一个神诸葛！干，怎么是黄忠啊？赶快，再来，这边还有，再来了，神诸葛再一只，拜托，神诸葛，不是你啊，黄忠，再来，怎么两只黄忠啊？啊，不要吕蒙啊，你这个无下阿蒙，靠杯卤肉饭，干卤肉饭来了，被终结了，胡须章卤肉饭达成了，哎，摩斯嘛。可是我觉得要神的肥料比较重要，很好，我们来升一下我们的神诸葛了。陈兆云就先卡九星就好了，先把我们神诸葛给练上去。神诸葛要吃谁啊？我想一下，我们先来把黄忠给吃掉好了，黄忠太多了，黄忠的话就这一套，到这一套把它吃完，这先留着好了。黄忠不要就是吃掉这两个。这个是留给增肌身心用，好吃掉。神诸葛七星了，舒服啊！再吃一个黄忠，然后吃掉一个增肌，一个黄忠，一个佐食，刚刚好。吃掉三只刚刚好，这样就可以上到八星。八星出来了，哎，干，怎么没有？哎，再确认一下，怪怪的。好，来。八星出来喽！哇，舒服哦！来，把它锁起来。等一下，不小心把它吃掉了。神诸葛也把它锁起来，神旁也锁起来了。神旁以后一定用得到的，先把它锁起来。哇，我神旁已经可以上到十星嘞！好，我们现在直接把神诸葛给练到满等。再来，这次双十活动要把云台败将败到十次，还差七次哎，我们去把它升出来好了。但是我们生出来呢，是慢慢的抽，来这边买，气再来，神诸葛再一只啊！好了，神都 OK， 只要是神我都能接受。然后到官渡我们也再买个一张，哎，这样就差五张了。好，阿炮气再来，干魔的靠腰。现在差五次，我这个 VIP 包还没买，刚好这边有五张，我们直接把它买起来，舒服了，来了，神诸葛再一只，我就可以上十星了，再一只好不好？神诸葛，干一次太多张不太好抽，有没有地方可以转一下运？转个运，看怎么有点惨，好，转个运再来。先献祭一堆肥料之后，神诸葛，看
再献祭，献祭不够，诚意不足，再献祭十张。然后我们再来拜，开拜，阿炮气再来，干，难得哟、哦！再献祭，再献祭，再来，阿炮气再来，干再来了啦！靠杯，哇，亏爆！好，我们去把双十庆典的奖励领一领，又可以再一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，阿炮。气在雷啊！看这边那么难出哦。我们刚刚领一领之后，又有十抽了。我觉得会再来一张神诸葛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满，没有满。好，阿炮气在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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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诸葛我有感觉了，这一定是神诸葛来了。看魔家许啊，又魔关羽也好啊。那今天呢是双十庆典的最后一天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来把女将招募令抽一抽。只是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，说这女将招募令会不会保存呢？如果会保存的话，好像留着会比较好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先把30抽抽掉好了，不一定要保底40抽，除非你想要练魔春华。阿炮是没有要练。好，那来开始了。这边先兑换一下好了，我们兑换个五星神魔降魂，然后还可以再兑换一张招贤令。那现在有点可惜，就是只剩50点欸，50几点，好像五星降魂随机降魂比较好。哎，换错了，可恶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把剩下的点数换一换，大家也记得要换啊，不要浪费了，今天最后一天。可是这影片上应该已经没了，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就再来抽，现在可以去抽。欸，又有个招贤令欸，阿炮气在，先不要这里好了，这里已经雷很多次了，我们先从这边抽好了。阿炮气再来，这边给个神诸葛也是很不错啊。哇靠，这不是，我干，吓我一跳。哇靠，神高顺赚欸，再十抽神高顺，我还不在，靠，不能再十抽欸，这里都不会发光欸，吓死人。我想说不保底一只吗？来了神诸葛，靠杯，你个胡须章，可恶啊！想说刚刚神高算还不错欸。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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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炮气再来，神诸葛，这有没有双黄蛋都不知道，来了神诸葛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靠杯啊，胡须章有神章脚不错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这边可以领这个30抽奖励，这个我想留着，我来实验一下之后呢，这个会不会保存？应该是会啦，一般都会才对。我们再去把刚刚的神魔降魂换一下，神诸葛莫关羽，靠杯神皇中，可以可以，只要是神我都可以接受。靠杯，好啦，那也是神，可以可以，很可以。这先合出来，魔点也合出来，魔点其实还蛮不错用的啦。如果你没有魔关羽，魔点是蛮不错，就他就是打王比较烂啊，但是推图跟打架都还蛮强的。好，把这些都合一合，再来我们到云台转个将，看可不可以转出一个张辽。现在就只差一个张辽了，张辽，张辽，干，别再虚晃了，张辽，我干，转到典韦，蛮稀有的，张辽，干，不要不来吧，张辽就差一只欸。卡超久的张辽，可以了吧？够了吧？该给个张辽了吧？哇，这张辽卡九星卡超久欸。那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阵容，现在张辽我还差一只可以上十星，关羽还先不会上11，我会比较想要优先上魔关或者神诸葛。那在吴国部分呢，陆逊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上十星，毕竟他上不上十星，他的影响力只要有他的第三招 buff 就可以了，第四招 buff 最重要的。在布阵的部分呢，是这样去布阵，就让神诸葛先死，然后之后会补一个神赵元君。之后是比较想去练属猪啦。好，不然我们就等明天抽卡，看抽怎么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
好，睡完一觉，舒舒服服。昨天梦到我抽到一堆魔关羽啊，被魔关羽给淹死。那今天是开服的第30天，那我们要准备来开抽了。阿炮最近呢、是狂嗑了一波胡须章卤肉饭，相信他应该不会再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开抽哇，有50抽哎、阿炮气在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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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神诸葛啊啊！干虚晃，看起来有点像张辽，哎，我又抖一下，再来再来，阿炮气在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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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怎么又做？哎啊啊！干大乔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好，我决定转个运一下。炮哥说他想抽一个，我神抽、哦。听说他刚刚上完厕所没有洗手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气再来！再点一次是不是，点快速翻牌，来了来了！啊 ！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干你的卤肉饭！我操！我神抽、哦！妈的，你这最烂的，你知道吗？胡须章卤肉饭，有这种事啊？好，阿炮呢决定再给炮哥一次机会。有时候你知道吗？来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来，开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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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很好。炮哥就是好啊。但他拉屎没有洗手啊，难怪都抽这样。还是我来抽比较好。来，嘘，阿炮气在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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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什么？珍珠哥！哎，黄月英，黄月英是还不错啦，至少是蜀国的。来，气再来，神啊！干，今天好像不适合抽抽啊！干，连一个神都没有，随便给我个神也好啊！阿炮，气再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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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啊啊，神的就好，我也不要求。关羽，哈哈，是不是？哎，开玩笑！赶快赶快，趁胜追击，神猪！我还没喊完，怎么就抽啦？可恶啊！给我一个虚数，再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抽抽。哇，一下都抽完了，哎，再差20点。阿炮。这边要用单抽，就直接再抽一次。哇，这边直接略用略过的好了，跳过动画。抽抽抽，来来来啊！炮气再来哇！怎么都是这些啊？天哪！算了，改四抽好了。哇，全部都是垃圾啊！哇，还有最后七次。哇，真的假的啊？连个四星都不给、欸，天哪、啊！这个东西真的是……好，我们刚刚用了那么多的祭品，献出了大概快50张的祭品。好，那云台呢，就准备要出圣诸葛莫关羽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一次哦！我再拍片跟你讲一下，来，神诸葛莫关羽，干，都跟你说我在拍片了。今哪里红镜头，逃给阿兵那曹操，干，全部都插一只，张辽插一只，诸葛插一只，陆逊也插一只，啊，然后现在魔关也是插一只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快可以换出一只魔关了。所以现在还是来插一只就可以上，然后11星。好啦，这边来转个张辽吧，随便转随便有。那阿炮呢？刚刚跑去官渡买了几张高级招募令，又可以再10抽了。阿炮气在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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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久没有双黄蛋了哎、欸，没关系，神诸葛莫关羽，好好都这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又过了一天，现在是开服的第31天。那在左边呢，新增了一组序号码，这组还蛮肥的，三个高级招募令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准备抽抽了，看我们可不可以中动自摸张辽啊，或者来个神诸葛摸关羽吧。好，阿炮气在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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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干，我以为双黄蛋靠背来了。
哦。干你个胡须章嘞！今哪里红镜头来？哦，也可以，可以再来。哇，怎么那么难抽啊？好久没有抽到神珠跟魔关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阿炮，气再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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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看，怎么都是这些御三家啊？喝个酒坛，转个运，来了，神诸葛摸关羽，干好啊！都这些，已经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，怎么办？阿炮，气在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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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又黄月英靠腰啊！给我个诸葛，给我个张辽不香吗？那这边来，神诸葛摸关羽，干。怎么会这样？来这边开这个好了，开点别的东西。神珠魔关，哇！再开再开，我干了，爽啊！我来了，气再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呜呼呼！我干，我靠背啊！我有这么再一个魔关，我干，我今天就是欧皇了。好，那我们翻翻乐，刚刚翻到了一个招贤令，还有一个五星随机降魂，又可以再来开一只神诸葛了。哎，神诸葛，神诸葛啊！干，这招贤令真的很没有用哎。那我们来这边转一下好了。我现在比较想要转出一只张辽，张辽。比较没差啦，因为张辽之后呢，我会买那个英雄崛起，里面有送一只，所以呢，我们来转个诸葛亮吧，转个低哥亮，低哥亮来了，用张飞转好像不太妙哎，怎么办？好啦，用张飞转了，诸葛亮，亮，亮起来，干没有亮，靠杯。突然忘记我们还有友情招募十连抽，快点让我今天成为一个欧皇的存在吧！干，不是吧？哎呀，还没有一天抽到两个 OP 角过哎，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就剩云台败将最后一次机会，阿炮气再来呀！洗把的五马金炸下啊啊！我要再去换，我要再去换，还有没有东西还会升？哎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今天我跟你杠上啦，来了！看，再给我个魔关羽不是很好吗？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还有东西可以换吗？靠！我今天已经把我全部能换的都换了，该榨干的我都榨干了。哎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就这么难啊？诸葛亮了吧？靠腰啊！很可惜，我们现在又都听了很多个洞，越听越多洞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呢，阿炮的魏国是张辽差一只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应该，可是我明天又没有时间买英雄崛起耶。明天我要先买我的这个叫什么？快速作战。真烦，好想赶快上张辽，不想上大乔。好，然后呢？那我现在这边也有一个九星的肥料了，蛮不错的。再来我蜀国的部分呢，之后要把诸葛亮练起来。那现在肥料是还不够多，所以还没办法往上升。那这边留一个六星呢，是我之后如果想上十一星关羽的时候，我随时都可以上。好，再来陆逊的话，这边我们也差一只，我应该也是会把陆逊上到十星啦。不过我陆逊就是卡在死星了，就让他以后当个死星的肥料，或者说以后再看再观望，究竟看他会不会再持续的再出现在我队伍还不一定。那再来这边，我想先把神诸葛练上去。那神赵云呢也是在观望，看我们之后进牌进的怎么样。那魔的话呢，通常就只练一个魔关羽了，除非啦我很欧又进了很多魔吕布，那我就会考虑想练。那现在呢？想一想，其实还是缺很多很多的肥料哎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张辽这边加起来刚好上十星嘛。那再来呢？
诸葛这边连上九星都有问题，都有问题哦。七八九，对，还是有问题。那现在吴国这边有个肥料，那通常这个也是给陆逊吃，或者是给魔关羽吃，或者给神猪吃，所以现在还是很缺很缺肥料，很缺很缺肥料的情况下，我之后的元宝投资呢，还是会锁定在高级招募令。A few moments later, Hello， 大家早，现在又过了一天，现在是开服的第32天。那阿炮是刻了快速作战礼包，刚刚刻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再来开始抽抽了。哇，有好多的资源哦，来了。好久没有在半夜抽了，今天半夜没有人睡觉。阿炮气在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双黄蛋呢、欸？来来来来来，看，就听一张牌有这么难？魔关羽，神诸葛，哦，看神周瑜靠背，再来，再来，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再冲了。啊，是吧？如果是神诸葛多好啊！对系统来说，神周瑜算是比较好的武将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望哦。阿炮，气在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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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们现在插魔关羽、张辽、诸葛亮、陆逊、神诸葛，那么多个洞，要准备自摸了。我有感觉了，就是这一次，这是关羽、神诸、魔关羽，我也不知道哪一只。干阿炮，气在来！哇，怎么才一张？双胞啊！干，又是徐庶。哇天哪！再来徐庶，我要去撞树了我。我靠腰，阿炮来的，这边没有树可以撞。哎、欸、干，摸关羽啊！啊，我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给我神诸葛就好。干，我真的干，系统直接叫我去撞树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来个诸葛亮或关羽也都可以。又是徐庶哦，好，那一直没有抽到魔关羽，我看可能也不会这么快就来了。所以呢，阿炮打算是先让我的关羽上到11星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提升一下吧。现在这边要吃掉一个六星的关羽，那我们合一个六星的关羽出来。那要吃掉谁呢？敢把这树撞掉好了，不要好了。徐庶还是让他到最后升上来，搞不好就。不太会抽到他，我觉得系统蛮聪明的。那我们吃掉三个黄忠，不然我们把诸葛亮吃掉，让系统以为我们不要诸葛亮。然后这边呢，把卤肉饭先留着，让他觉得我们想练卤肉饭。我们先把荀彧给吃掉，11星喽！哇哦，攻击应该加蛮多的吧？来看一下。那这边速度的部分呢，我还是想控一下。我来看一下我的魔关羽速度是1778，哇，怎么差不多啊？1778感觉剩个一级、两级、三级，哇！1779靠腰超过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不要装速度就好了。那我可以继续再往上升，1778吗？对，1778，来继续往上升，1778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1773，后来呢，我想要让我的关羽的输出可以更暴力，所以呢，我让我的魔关羽呢是穿了敏捷。然后这个龙魂也是带速度，那我的速度现在是来到了1842，所有的关羽呢等级就可以再往上拉，那他的速度现在是1837，那也可以升到279等，现在超暴力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暴力，他的输出真的超恐怖的，直接一个速战，就通常对面就直接秒了，呵，我的层数又继续往上推了。现在到558了，哇，他后排都死光了，被切光光，剩一个坦在前面。所以在这个游戏中啊，如果你的坦啊没办法保后排，就更没用。所以说典韦啊，什么摸典韦就会比较烂一点，在这边，因为大部分人都切后排啊，我把后排要切光了，剩一个坦没有用。
啊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关羽的输出有多可怕。因为我的张辽现在还没养起来啦，所以我现在的装备呢，什么重点投资全部都在关羽身上，所以他打出来的伤害就非常的恐怖。然后呢，我的速度呢又有控在比魔关羽还要慢，所以也有吃到破甲的伤害。这个赵云是要不要死啦？我要看战机嘞。这回合关羽打下去应该就受不了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关羽输出，哇、哦，一个人就200万啊，是其他人的四倍，好恐怖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。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。感谢各位收看《无沙炮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